晚安，晚不晚安？怎么玩法？哎呀，钱到位了，怎么玩都可以。能玩多久啊？看你能力啊。多少？300。啊，你想什么呢？3000。3000。多少？2000。老板。啊。玩吗？肯定玩啦、啊。多少？5000。现不现实？哎呀，看你能力，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。哎呦。过来呀，就在这里，这里啊，过来呀，就在这里了。哎呀，站住！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还不清楚吗？还不知道吗？老老实实把包拿来，拿过来。你们对不起，去打开来。哎呀！别打了，别打，就老实一点。哎呀，好不好玩呢？看一下有多少钱。你们这不是抢劫吗？对呀。我们这叫名正言顺的抢劫，这么多钱，八个行了。哎呀，有没有人啊？有人抢劫？你站住！闭嘴！随便你叫，没有人的。谢谢老板，送钱给我们花。有没有人啊？这帽子也好看，归我了。把他帽子拿。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手机，银行卡有没有？钱包。不要动啊，老实一点啊！你看你也不敢耍花样。哎呀，这皮带是真皮的，脱下来给我。来来来了，啊，自己脱下来。不要反抗啊！再反抗，等一下我告诉你，狗腿就打断你了。自己脱，识相一点。还是留一条皮带给我吧。你想得美啊，留皮带给你。哎呀，赶紧麻利一点，我告诉你。哎呦，好几百呀、啊！不管那么多。你们这样做的话，我绝对会报警。你们这是抢劫。报警是吗？那你也不敢。报警啊！报我、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可是有集团的，遍布全国。你要是敢报警，我们可认得你，到时候出来狗腿就打断你的。你放心，我给你录一个视频。赶紧，来，小慧，来，你是试验给我们的啊，我们没有强迫你，来，说不说？赶紧的，我不说，上来，不是本来不是，上来，快点过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我说，来开始，别打了，我是自愿给钱他们的。我不是被强迫的，皮带也是自己脱的啊！皮带是我送给人家的，行了，早这样就不用少受点苦嘛！真的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脸我们已经录起来了，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第一个就去到你家去找你。哎呀，这么丢脸的事，让他也不敢报警。对呀、啊，有本事啊，你跟你老爸说，找我们啊！他要是没娶老婆，他更加不敢说。要是以后想打一辈子光棍吗？刚才怎么来了就怎么回去。起来。要不我们先找吧，让人家发现。走了，赶紧滚。这在哪？后舍害死人了，看来以后再也不能后舍了。